台湾最顶尖的篮球赛事，暌违14年再度来到彰化举办。对当地的球迷来说，不仅不用大老远出门看球，还可以近距离享受高张力十足的比赛，绝对是一大福音。就比较就近就可以看到这种比赛啊，然后也不用说特地跑比较远，还是去哪些地方看，对。对，这附近的人也比较方便嘛。对啊，今天因为每次都在电视上看哦，觉得哦，今天有这个机会，应该到这边来亲身的体验啦。就是平常看到他们都在台北啊或其他体育馆打，是在彰化打，就一定要看，我故意把班排掉的。SBO 超级篮球联赛魅力无边，连来自香港的观光客都特地前来观战，体验台湾篮球热情。觉得好震撼啊，很大的。这里的观众还有体育馆比较大吧，而且最好的就是应该说有现场直播吧。除了球迷之外，出生彰化的金门酒厂新秀陈冠权也对能在家乡打球感到相当兴奋。他还蛮特别的啊，就是从打球到现在，很少有比赛会办在彰化，对吧？就毕竟大家同乡的，然后会想要特别表现给他们看，对吧？球员卖力送上好球，球迷开心感受亲临现场的震撼，期待未来 SBO 能走遍台湾各个角落，让喜爱篮球的朋友们都能直接瞧瞧台湾最高等级的篮球赛事。我来体育新闻彰化采访报道。